大家好，我叫胡先煦，很高兴认识大家，也是老戏骨了。好厉害！来，欣姐就说她戏特别好，她演戏好厉害啊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的新朋友胡先煦呢，给大家带了一个礼物。这个礼物是现在年轻人特别欢迎的一种冰淇淋。哦，啊，好不好？是你想吃吃不到那个、哦、是吗？来，现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个卖冰淇淋的土耳其小哥，然后呢，是他本人，他的冰淇淋摊不管到哪都是大排长龙，异常火爆。不仅是因为他的冰淇淋做得好吃，其实更大的原因是在于他的冰淇淋很难吃到。吓死我了！您是土耳其人吗？我是土耳其人啊。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名字拜仁。拜仁。OK。我今天就是见到了最近一直特别想见的人，所以我要把这个冰激凌拿到，然后送给他。好啊。OK， 我来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妈，收了。冰激凌开始。哦，棒。要坐，要坐住 ，OK。You what？ 是。嗯。帽子里面有什么东西？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我帮你。喂。是土耳其冰淇淋。OK， 看得我心直痒。哎呦！胡先煦口水掉地。OK， 哎，好烦啊！我把真的给到了。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又没有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拜拜，小。哎呀，好近，真的给了，谢谢，来掌声给他。哇！砸了！没想到这么快就给了，一下就拿到了。不给他，对啊对啊对啊。有什么要交代先煦的？尽力好吧，不行的话换一下。好，预备开始，一二，再弯下去一点，三，对，四，好，五，可以了，走走走走，注意表情啊。哎哎，沈月今天好可怜啊！来，再试一次。好，可以。表情，表情啊！我的天啊，好痛啊！脸先着地儿。太像吴昕了，整个的过程是不是？是，你们待会看吴昕，他也会是这样。哇！Ready go。我以为会有多
我俩。暖暖的春风迎面吹，龙卷风。枝头鸟儿成双，两只蝴蝶转圈圈。我的骄放纵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桃花朵朵开。对了，从日西是一边看一边翻译，我在这等着你回来，桃花朵朵开。